当地时间2017年6月24日，美国马里布、奥兰多布鲁姆和 Leader Hampton 海滩游玩，巨步上阵，秀肌肉红裤衩，骚气强健。坐下休息后，与女子热聊，撩妹功力不减。照片中，奥兰多上身赤膊，站在沙滩上观望远方，胸肌完美的展现出来。不仅可以看出奥兰多有非常高的颜值，而且肌肉的线条让奥兰多更显帅气，让不少的迷妹垂涎呐。下身的红裤衩也是极为的抢眼，给自己加了不少分。游玩好以后，坐在沙滩上和美女谈笑风生，撩妹技能满分，画面也是相当的和谐了。